当然，唐吉诃德很多零食是台湾制的。是啊。对，还蛮多，就美味棒就是台湾制的。那日本卖的也是台湾制的吗？没有，日本卖的是日本制的，它只是挂着美味棒的名字，然后找台湾厂商生产的，吃的味道就是跟日本的不太一样，可是它价钱没有比较便宜，去日本吃就好了。台湾的还不太好吃，台湾美味棒玉米浓汤我觉得 OK， 好像只有玉米浓汤，其他我都觉得不太 OK。 嗯，其他都没味道。昨天晚上去唐吉诃德买一些零食跟一些酱料啊调味料的，昨天好像12点去，没什么人，逛得很舒适。因为上一次去有看到有在卖草莓嘛，然后它有一颗600的，那个时候干犹豫了，结果没有买。对，蛮大颗，是白色的吗？是，对啊，是白色。对，我记得是白色的草莓，然后一颗是600块台币。嗯，然后那个时候迟疑了没有买，然后这次去就没看到了。然后这次去有挺多种的，有一颗多少199吗？嗯，有一颗199的，一颗199是什么？蛋雪吗？还是？是蛋雪。是蛋雪啊？对，好像有三颗399的吧？它就是三种不同种类的。一个看起来像是正常的草莓，一个看起来是比较浅的，一个看起来是白的，就是红、粉红跟白。去西门那一家嘛，他一下手扶梯，就把草莓都放在那边，是没有冷藏的区域啊。对，还没有想要买，就想说再看看好了。然后我们走到冷藏区去看，他有就是三种一盒的1399。我们想说放在冷藏区应该是对期限可能快到。我们就想说再走回手扶梯去拿常温的草莓，就我们走到手扶梯那边看，超多都已经发霉了，温度可能没有很冷，然后一直照那个光，干它就发霉了，挺多的耶，发霉的比率挺高的，就草莓感觉也放不太久，就是每一盒好像有一颗，对，每一盒可能会有一两颗是已经发霉长毛的草莓。蛋雪是多少？蛋雪是一盒1099，每一盒的个数都不太一样，它可能是看重量的，有的11颗，有的12颗，有的可能更少，它的草莓就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买了山色草莓1399，它叫什么？古都华蛋雪帕鲁帕鲁坏头是什么珍珠版？嗯，超完的。中间是蛋雪吗？嗯，粉红的是蛋雪，那古都华就是红的。好，我去拿一下。冰箱草莓，刚昨天拿回家很谨慎，全程手持。而且手超酸的，又拿出来发现已经长毛了，不要瞎掰好吗？应该不会。就是这个山色草莓1399元，山色草莓，所以最左边红色的是古都华，中间粉红粉红的是淡雪，然后最右边是珍珠白哦，嗯，帕鲁坏豆 ，Nara Strawberry Lab 是什么实验室哦？之类的，奈良草莓。日本奈良古都华山色草莓，Ichigo山色1399，它的这在日本会不会就卖1399日元啊？没有，日本的草莓哦，日本的草莓应该很贵。我把抗菌的这个抗菌包装是哪里抗菌啊？它这个是开的，这里写的，你看它这边是开的，它这边是透气的，这样细菌不是很容易跑进去吗？打开了，哇，你们包的很美。有发霉的吗？不知道，我洗了才知道。哇，好了，可以洗了。那我之前看到很贵的麝香葡萄还是很贵的哈密瓜，我也都有点想买。而且它底下有那个有什么？花。哟，你说它底下还有一层？对啊，这个是应该是怕它撞到吧？哦，有可能。所以有一种就是隔离的那种，就是没有碰到底下，就是你不是这样像这样拿的时候是不会压到它。哦，真的，它是有两层是不是？对。哦，它有两层。就是怕你这边可能在用的时候压到，然后这边放的时候是不会。它盒子有两层，好酷哦。对啊。连盒子都很高级。珍珠白看起来密集恐惧症。而且它有些纸是红色，有些纸是白色，这是要放一盒。还是我们拿那个夹子来夹粉丝。我要。对，1399，然后里面有15颗，这样算一颗93.266667，再一颗快要100，是3颗1盒，然后每一种各一颗，399吗？应该吧。对啊，那样买其实是贵了一点。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说买那种，可是
我感觉像我们一人吃半颗，还没好好品尝，已经没了，一口就没了。对，没有半口，我们一人半口就没了。就是日本有的比较贵的水果，它甜度可能都比较高。这个不知道吃起来如何，你是洗好的。我们先从红的来吃好了。我们是不是要准备个水漱个口啊？影响它的味道。这么高，这么我的茶，可以用茶吧？可以可以可以。你要先试什么？红的好了，红的最常见的，一般款。如何？甜度？很甜呢、欸。很甜吗？嗯。跟台湾吃到的有差吗？我上次买那个好像比较香一点。古都华，我试试。好甜哦、喔！是甜，但好像没有那么香。不太酸，没什么酸味。我都香。没什么酸味。没什么酸味。对啊。我上次从那个苗栗带回来，好像比较香一点。这个古都华，我觉得好像台湾的红色比较好吃。它不太酸。我觉得是没有那么香。我觉得没有去年在有机那个草莓园的、哦、好那个草莓好香，就是、也不是好酸，就是酸酸甜甜，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草莓还是要有点酸味。淡雪吗？然后照它的排序。好，淡雪。可是它草莓都很漂亮，那个形状。淡雪如何？是好吃的，是好吃的，但没有什么味道。是有甜，但是除此有微酸，有点酸甜酸甜，可是没有草莓味。对耶，就是我觉得味道很淡，干，难怪它叫淡雪，它味道很淡，是甜味酸味都很淡。没有，它是酸酸甜甜的，是好吃。草莓味有点淡，珍珠白来了，珍珠白。还是因为我们刚有吃全家的草莓冰淇淋。我都过那么久了。好，你先。珍珠白。你表情很母汤。一开始进去有一个塑胶味。What？ 这个没有草莓味。完全没有味道。你快吃一口。有点像吃软烂的芭乐的感觉。真的没有草莓味，完全没有。这边有个塑胶的，你有吹过那个泡泡会这样噗，然后那个都会，不是我的错觉吗？有那个味道，为什么？有点芭乐，还有点荔枝的味道，微微的不是草莓的味道。其实也没什么草莓味，除了古都华，另外两种感觉应该不是在吃草莓，不知道怎么改良的，改颜色变了，可是但没有不好吃，有酸有甜，但是。不太酸也不太甜，那我再吃一颗蛋雪，还是有个体差异。再一颗蛋雪，因为它是酸酸甜甜的，但没有味道。这颗很有味道啊。什么味道？草莓味。干嘛再吃半口的？没办法给你试试。这有个体差异耶。对，刚这颗是不错吃的蛋雪，可我第一颗蛋雪是很淡，真的很淡，没味道。看，应该留半口的。没什么味道。就是酸酸甜甜，但没有味道。五颗，我觉得刚第二颗是比较有味道。那我要吃。嗯。你不要一口解决，万一是好吃的，分我一点。真的很像那个吹泡泡的。味道有点微妙，难道这就是珍珠的味道？哇，真的有股塑胶味。那看来是奶昔。珍珠白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个体差的，就是珍珠白就是漂亮，但就是漂亮，然后没什么酸味，没什么甜味。我要吃古都华。就是有酸有甜，微酸，那个，对，刚刚吃到不，嘿 ，No God please no no， 没有拿进去，所以人家看好恶哦。
干，真的有吹泡泡的那个胶的味道，对吗？对吗？淡雪跟珍珠白，我觉得它就是追求个美观，就是漂亮，吃起来我真的觉得还好，就已经没有什么草莓的味了。但是古都华还蛮好吃的啊，古都华还不错吃，就是大家如果去唐吉诃德可以直接买古都华，如果你想吃吃看日本的草莓，或者是你想尝鲜试试看珍珠白或是淡雪，你也可以买，就是各一颗的，各一颗的你吃了你就会庆幸，还好你不是买1399的。对，就是吃完觉得淡雪跟珍珠白我就可以不用买，淡雪还可以啦，嗯，珍珠白我真的觉得干的味道超奇妙的，有那个塑胶味，为什么会这样，它怎么改良的，它加了什么橡胶白胶解烤，干这样实在是很想看看那个一颗六百的卖比较贵的高单价水果应该都是先挑卖相很好，觉得它这个每一好不好吃倒是不好说，我觉得草莓看来是不太需要改的，酸味跟甜味缺一不可，果然台湾的水果蛮厉害的，我们是水果王国吗？便宜又好吃，那就这样，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订阅，下次见，拜拜。